挑战探班一百个艺人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探班的艺人是。我是袁一琦。首先恭喜三位在2024青春年度盛典中取得了非常令人开心的一个成绩。相信现在粉丝们其实跟我一样也有很多想问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先问一下，然后待会儿咱们问的都能播吗？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，就是每一个环节。紧张放松。假如现在穿越到小说世界的话哈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一个信息素是什么味道呢？可能让我选折耳根，折耳根味。那作为那边的一个优秀应届生，你觉得自己找工作的一个优势是什么？优势就是我比较新鲜吧。袁一琦的原创歌曲的能力很强，那么你自己最想尝试的曲风是什么呢？阿佛吧，我可能现在还在一个试错阶段，我如果写出的歌不好听，怎么样的也没关系，对，就自己开心就行了。一路走来，你们觉得粉丝对你们三位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这趟旅途伙伴吧。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送给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和大家一句话吧。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喜欢我的粉丝们，你们的爱我都有收到，也希望你们能收到我更多的爱。非常期待大家在今年的下半年和明年带给我们更多更精彩的舞台。